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呢是2016年7月19号，星期二，农历是6月16。好，那么这个星期五呢就是农历6月19了，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了。好，那么我们缅怀这个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喂，师傅啊。哎，你好。哎，你好。师傅，能不能帮同学看一下，一位亡人，2003年过世的郑兆宁，郑成功的郑。兆是一兆两兆的兆，宁是宁波的宁。他生肺癌往生的，宁波的宁是吧？宁波的安宁的宁是吧？安宁的宁是吧？安宁的宁，对，郑兆宁。估计他们不学佛也想不通了，念了已经270张小房子了。嗯，不行啊，不行啊，嗯，还在地府呢。不行啊，所以一个人不相信不行的，不相信念经念出来效果都没有的。没有，现在这个人是他的先生，现在他的妻子和他女儿都修心灵法门了，都是您的弟子了。啊，但是效果不好呀，可能他先生可能业障太重啊。哦，师傅，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就肺癌走掉了，也没有抽烟，他生前是海军。啊，很多事情。根据上辈子这辈子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对不对啊？还有一些人，人家走掉了比活着还要好的也有，因为在活的时候气喘不过来，脚嘛残废，怎么他等到他一走掉之后，他回来看家里人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现在自由了，我的腿啊脚都能跟原来一样恢复了。像这种情况没有想不通的，因为他不相信，他就会想不通。当你相信的人，你不会想不通的，对不对啊？你说我们学佛的人，我们不怕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到哪里去啊。他不相信的人，你以为在人间叫苟且偷生啊，对不对啊？很多人苦的嘞，像在地狱里一样，但是他也不愿意死啊，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要没有什么想不通，一切都是因果，一切都是因缘。你告诉他，今天他这个虽然他没抽烟，但是他肺有可能是父母亲的遗传呢，对不对啊？或者他二手烟吸了太多了，啊，别人抽烟他老在边上吸呢，所有的一切他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这个果，全部都有因的，你记住这句话好了。啊，我跟你说，老天长眼的呢，根本不是说什么老天没眼，是人不理解、不懂、不明白，所以叫无明。听得懂了吗？是。好了。是明白。感恩师傅。师傅，那他现在在哪里啊？郑兆宁。我刚刚看了，还在地府呢。还在地府。啊，有一段时间是上去过的，在阿修罗，但是后来又下来了。那还要多少张小房子啊，师傅？小房子继续念吧，好吧，小房子至少还要念56张。56张。我告诉你，家里人不信的话，念出来没效果的，没有用的。现在他的妻子修心灵法门，然后度他女儿，他女儿现在也修了。可以叫他来看他们的呀，这没问题的。好的。就是晚上到梦里来，完全可以来的。因为大家地府来起来很容易的，所以鬼跟人接近了最接近了。鬼呀，鬼跟人接近最容易的呀。人鬼还能谈情呢，所以很多人身上一个鬼，他附在他身上，不停地跟他讲话，然后跟他做那种事情，然后吃东西，其实都是他吃的，但是呢，看上去像一个人在吃一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灵魂在吃东西，听得懂吗？听得懂。
感恩师傅。师傅，这个亡人他过世了嘛，然后当时他们单位里面，因为他生前是海军，然后出过书，然后他的女儿以前不懂，现在修心灵法门是您弟子，他的女儿在他的那个他爸爸出书的最后一版说，如果有来世还是你做我的爸爸，那他现在不懂，他不想有来世了，他想一世修成，那他要不要念礼佛忏悔啊？哦，哎呦，因为他出书了，书版本都发行了。哦，有这个可能性哎，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可能在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惹灵性哦。哎呦，这种书不能出。你看过去拍电影的人，哦、你看我们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员，不是参加了一个好莱坞一个电影嘛，里边演一个像魔头一样的，最后不是生病，就是走魔了嘛，入魔了，最后死掉了呀。拉走的呀，所以一个人就是演什么像什么。你看，不是最近网上在说一个女演员吗？中国的一个女演员，她演一个吸毒女嘛，最后她就吸毒就死了。哦，所以这个事情很多这种类似的案例。对呀，你因为演的太像了，就走了。对呀，你演的太像了呀，嗯，明白吗？那他现在要跟菩萨忏悔吗？要念礼佛吗？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爸爸写这个书的时候可能会牵扯到很多，他说来世啊今生啊这种东西只要一掺和他就会有灵性上升的，尤其是不相信的人，相信的人嘛他还能念经，他不相信的人他来了他没办法对付呀，明白了吗？嗯，是他女儿在他的爸爸那个生前他出书写的最后一段文字，他女儿还在世的。嗯，跟女儿没关系，你听得懂不啦？脑子没有啊？哦，听不懂的。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他女儿了。哦，对不起师傅，是他爸爸走了之后，然后他女儿在写的书，然后他女儿在写的。哦，再另外写上去的。嗯。哦，那随便他了，那脑子真的有问题了。这个以前真的不懂，现在知道好多事情啊。嗯，他说来世再要做你做我的爸爸，那完了，那下辈子再好一点嘛，再投人喽。嗯。不好嘛，就那出大事。嗯，好了，叫他忏悔吧，就这样吧。好了，忏悔。那你说这个电话不能像平时一样的救命的，好吧？不能谈这些事情的，只能看图腾，好吧？师傅，还有一个男孩子，他是抗链球菌溶血素 O 型查出来，这个细菌就是这个东西是感染链球菌引起的指标，会免疫系统风湿性心脏病，对，免疫系统出毛病。他是09年男孩的。男的，师傅能不能让他看一下，他爸爸妈妈都修心灵法门了。刚修。他妈妈全吃全素了，他爸爸还没有吃。刚修听得懂吧？刚修有什么用？哦，听得懂。什么事情都是临时抱佛脚的，真的气都气死。师傅一定要孩子生病了，一定要，哎。佛陀当年讲过一个故事，我不是开法会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吗？有些马是一看见鞭的影子就拼命的往前跑了，对不对啊？有的马是抽到身上了才感觉到痛了，啊，对不对啊？啊，有的马是生病了，他才知道自己要去找草吃，找水喝了。有的马已经自己躺下来了，才知道要救命了。没有用了，我告诉你啊，这种东西就是悟性啊。一个人好的时候不学，非要等到就像消防队为什么说平时教育就是让大家不要着火了再找他，着火了你肯定有损失了，你要在没着火之前你就学会，听得懂不啦？听得懂。好了。那师傅他现在那现在他这样子这个孩子要多少张小房子啊？有的念了，有的念了，跟癌症一样，它就是另外一种名称，实际上就是癌症。好了好了，不能再讲了，结束，好吧？不能再讲了，因为今天不是平时不可以这么讲的。
好吧，要救命的，嗯、第一个电话就救人家命了。嗯、好了，再见了。嗯。好好，对不起，师傅。嗯，好好好，师傅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喂，师傅你好。你好，赶快讲。哦，是的，请师傅帮忙一位同修看一下，48年老鼠女的。48年的老鼠女的，想看什么讲吧？健康。48年的老鼠健康是吧？对。不好啊，他的免疫系统出毛病了，浑身都酸痛，腰不好是啊，腰也不好，肠胃也不好，肠胃这里而且好像长东西了，嗯。哦。还有淋巴也不好，淋巴。对，他最近跌倒了。啊，我告诉你，他淋巴也不好，你听得懂吗？好的，淋巴。啊，你跟他讲了，大腿内侧有淋巴，还有喉咙这里也不好。他的关节也不好，还有腰，腰不好，明白吗？还有心脏比较微弱，这个人呢，就是跟你说，叫他气量一定要大，他的气量太小啊，嗯。好，气量大。啊，气量太小了，你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好吗？好的，师傅，这么这样他这次的节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多也不多，少也不少，78张，78张。好，马上将他许愿一波。还有最近他的女儿梦见师父到他家里来说，你们家很多灵性祖先问题，师父帮你看会背业的。他女儿跟师父说，之前师父在梦里说学佛人是没有宿业的。是担心还没有学佛的家人，这主业怎么化解？还没有问完就醒了。对不起，师父，他今天我也请同修自跟菩萨说了，今天他们家里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不要师父和我背。你要记住一个问题，他如果家里一直供祖宗，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如果家里一直啊，经常叫祖宗的名字啊，讲到祖宗啊，讲到过世的亡人呢、啊，他就会回家，就会回来。所以名字不要随便提的，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好的，我会跟同修讲一下。还有同修，他想问一下他的父亲。吴世安。口天吴。对，口天吴，世界的世，平安的安。2017年往生的。吴世安，世界的事啊？对，世界的事，平安的安。遇见天了，遇见天，谢谢师父。本来是在地府的，嗯，听得懂吗？听得懂。他是硬抄上去的，硬抄上去的。嗯，这同修一直在公修会都帮忙，度了很多人。你爸爸在人间的时候有很多业障，听得懂不啦？对，他知道，因为他公公过去是。帮人家就是请神问世的，家族也很多人生了癌症过世。我告诉你，就是给人家看呐、啊、算命啊、嗯、这些东西，全部都会生癌症的。听得懂。我告诉你，谢谢你要不是菩萨的大神通的话，你一般的这种鬼通的话，你很快就会出大事。而且靠这种吃饭的话，你绝对会出大事的。听得懂吗？听得懂。
听得懂，因为现在这位同修刚才是那位48年老鼠是他的母亲了、啊、他的母亲也是师父的弟子，也是有在念经学佛了、嗯、他们希望、他们为他好修，很感恩师父。嗯，好好努力的，谢谢，要努力的，好好努力、嗯、啊。嗯，弟子修的不好、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真的很感恩师父。好，再见再见，好，拜拜。喂，你好。哎呀，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啊，赶快讲。是卢台长吗？是。哎呀，太感谢了。赶快讲，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救命的，赶快讲。喂。哎。喂，台长吗？讲啊，赶快讲。嗯。喂。喂。听得见没啦？什么？喂。喂。讲啊。哦，卢台长你好、啊、我想请问台长一个问题，就是我儿子的问题。我儿子是那个94年属猪的。嗯嗯，他的父亲呢是13年去世了，那么他要去祭拜他父亲的那个，祭拜他父亲呢好像他们家族一定要让他改姓，因为他现在是跟随我姓的，那要改随跟随他父亲姓，你说这个对待孩子好吗？这样子你要看的呀，你要看的呀，这个、啊、这个父亲都，能不能帮我这个孩子看一看呢？几几年属什么的？你念经不念经啊？我念经啊，我是我们同学介绍我跟师父学的啊。几几年属什么？你再讲一遍。他是94年属猪的，然后属狗的。跟着你姓嘛就算了，不要再去跟改过去了，嗯。就跟着我的姓好了，是吗？啊，爸爸都死掉了，你开什么玩笑？还要跟着爸爸姓？妈的，跟着玩。哎，就是他们家族说，你要是祭拜他的那个那个祠堂的话，你就必须要跟随他父亲姓，这样要求。那就不要去祭拜，在家里念经嘛好了。搞什么东西啊？哦、太感谢师父指导了。啊，不跟活人姓，就跟死人姓啊。脑子坏掉了。哎呀，太好了。那师傅，这个孩子他最近对我的那个态度也不是很好、啊、就是家里，他们南方的家里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对啊，你老公啊，你老公家里的有亲戚跟你儿子有联系不啦？嗯，没有什么联系。打电话有啦？也没有打电话。什么都没联系啊？哎，跟家里，跟南方家里一点都没联系啊，你想想清楚啊。联系的话就是最近他可能他父亲过世以后，因为他也失学了呢，就是那个遗产部分，他爸爸曾经答应给他支付大学学费这一块儿。啊，好了。他希望能够给回他，因为从小都是我带他的。好了，还要讲啊？那跟人家一接触嘛，人家就开始讲坏话了。那您觉得他的这个学费可以争取回来吗？为他争取一部分吗？从道理上来讲是可以争取的，随便了，给就给，你们是给得起的话不要去求人，求人就会有麻烦，求到后来连你儿子都不理你了，你就麻烦了。嗯，好的。啊，你有这个钱给吗？你就给掉，无所谓的，而且不要、而且可以分期付款的嘛，对不对啊？嗯。哎。啊，就不要去求人家。那就是我就是从小把他带大，也就是，对呀、啊，就是我自己还是继续这么做下去。很简单啦，你已经吃了这么多苦了，你养了这么大了，你为了这一点钱跑到去这个南方的家里再跟他搞啊弄啊，再跟他讲了很多你的不好，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到时候连儿子都没了，你不是白养了吗？嗯。主要是我为了这个孩子嘛，我自己倒是没有考虑我自己。好了，为了自己孩子们多出点钱呢，有什么关系啦？钱重要还是感情重要啦、嗯？讲啊。嗯。好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将来他没有个亲戚的话，是不是会孤单呢？假如我们长辈都不在了的话。我们学佛的人还会孤单吗？我们全世界有几千万人呢，孤单不啦？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你到底靠的是谁啦？你以后以为觉得你以后会靠你儿子啊？不，我是说他自己。他自己，儿子他倒是没有学佛。对呀、啊，他不学佛的话，他以后靠得住谁呀、啊？他自己养个儿子都靠不住。哎，你怎么不开悟的了？好了。嗯，好，感恩师父。嗯。
我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好了，多念经给他。感恩师父。每天念心经啊，再见。哎，好。嗯嗯。好，谢谢。嗯。喂，你好。你好，师父啊。啊。师父您好，感恩师父。嗯。感恩观世音菩萨。嗯，讲吧。师父。讲吧。嗯，看看我的孩子称他属蛇的。几几年啊？1990年。男的女的？男的。他上次名字也改过了，师父新闻新过了，不是新陈科勇师父。嗯，可以的。已经新上了师父是吗？嗯，你说声纹升上了去了是不是？陈科勇以前高高出生的时候名字叫陈修成。你声纹过了？那个，你声纹过了没有？声纹了不啦？师父，声纹升过没有？升过了好几次了，上次打通1月28号，师父叫什么名字？再讲一遍。陈科勇。科是什么科啊？墨字头，墨字旁有个可是的可。勇呢？勇敢的勇。啊，升上已经升门成功了，嗯。成功了哦，感恩师父，嗯，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啊，师父我太高兴了。师父，我家外面的环境把我看一看不是好不好？因为我家旁边都是菜场，那个在旁边那个就是这个快餐了。嗯，左面，你们家的左面不好，右面好。左面是那个快餐高高那个装修啊，那个中午9点这样，晚上这个味道很浓，很混的东西，吃得很难受。嗯，对。那个西面呢是菜场，以前那个买鸡的东西哦，这个毛也会飞进我家来的。嗯，把窗户关关好。哦，好吗，师傅啊，我1月28号打进那个图腾，哎，不是你开示，师傅您开示了1200张，我们俩跟他爸爸都在念，同修也帮着我才念了哦。但是后来不是我们这时候礼佛呢念3遍，师傅你说念5遍，后来半个月以后啊，2月15号这个时候哎，他那个晚上。本来是10点半这样睡的了，现在晚上白天这个颠倒。嗯，给他继续念，不要停，好吧？没停，师傅没停。还有一些师傅问一下，因为我要忏悔，以前我不知道，还没有学佛的时候都找了那个通灵人开了，蛮多的，真的不知道师傅，我忏悔。后来高高学的时候也不知道，也看了几个通灵神。是不是这个原因了？他现在好像有点颠倒。就是不好啊，就是不好，现在身上有灵性啊。是的，师傅，我怎么忏悔？忏悔怎么样？忏悔自己念108遍。礼佛。对。忏悔我这件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对，师傅。嗯。是这样的，师傅，我真的做错了的，我后来我。要害人的，你知道有多少人？找了通灵人之后自己孩子就死掉了，你知道吗？是的，师父。不要开玩笑。不知道，后来我拜师了以后我知道了，我每天一片白话佛法，我知道了，我懂了，我不会，永远不会，再也不会去开了，真的真的，很惭愧。好了好了，好好念经，继续念，好吗？师父啊，你跟一个同学开一个他莲花了好不好？叫几号？他是8956。还在上面。哦，他是2014年在香港拜师的。不好，不是太好。他莲花不好啊。不是太好。哦，师傅，那他要念礼佛吗？他要多做善事。我看他，我看他就管自己，不管别人。好的，那我会告诉同修的。好吗？好了，好的，好了，好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啊，谢谢你观拜拜师父，感恩，拜拜，再见。喂，你好。喂 ，Hello。你好。
舞台掌声吗？是呀、啊、是呀、啊，舞台掌声。啊，我1954年属马的。1954年属马的，嗯。是。1954年属马的。对。1954年属马的。想看什么奖吧？我想看呢，我有没有灵性？我的身上有啊，有一个女的，有个女的，有一个女的，嗯，哦，眼睛很大，眼睛很大，哎，哦，身上穿的衣服是灰白色的，灰白色的，啊，哦，鼻子也蛮大的，鼻子蛮大的，啊。那我应该怎么样要念小房子是不是？给他49章。49章。嗯。是的。好吧，你自己要当心 啊，你最近关节不好。对对。啊，站的时间长了，腿关节就不好不舒服。是的，是的，站了九位。嗯，还有啊，还有啊，你要当心啊！你现在，我看你要以后要生痔疮的。哦，是吗？啊，还有啊，你有便秘情况。嗯嗯，对呀，啊，哦。听得懂吗？懂，啊，也听得懂。啊，好了。哦。还有。那还有。还有要注意。还有肝呐，啊，肝的要当心啊。肝要当心啊。嗯，你吃全素了没有啊？吃全素了。啊。我已经吃全素了。嗯。吃了大概有1年多了。嗯。肝要当心，肝有点。肝有一点那个脂肪，嗯，脂肪肝蛮厉害的。脂肪肝，嗯，哦，是的，那我的图腾颜色怎么样啊？你的图腾颜色，嗯，看看啊。哦，谢谢图台长。图腾颜色。这图腾颜色属什么？再讲一遍。我的图腾颜色属什么？没有。属什么？我属马的，54年属马的。奶黄色的。奶黄色的。但是那个上身有点黑。哦，这样。啊。你可以你可以穿的淡一点素一点，然后呢围脖嘛，弄根围脖或者里边穿一件稍微深一点的衣服就可以了。哦，这样好了。那还有那个业障有多少啊？54年的马。32。哇，这么多。嗯。32。好吗？好的。我可以问的，我的先生吗？你一般的只能问一个，问问你先生，只能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好的，好的。好啊。他好的，好的。几年属什么？他是18年属鼠的。18年属老鼠。是是。看看有没有灵性。48年的老鼠。48年的老鼠，嗯，还好，闪灵小灵性，嗯，小灵性，蛮好，他蛮好的，你这个老公还是不错的，人还是蛮好的，嗯，哦，是的，嗯，还是蛮有良心的，就有一点脾气不好，嗯，脾气不好，嗯，哦，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谢谢你哈，卢台长，谢谢，好，再见谢谢再见，叫他腰当心啊，你老公腰不好。他腰不好。嗯，好吧。哦，是的，好的，嗯，好的。再见。好，啊，谢谢你哈，老刘台长，谢谢。喂，你好。喂，台长你好。你好。嗯。哎，台长，我想问一个，嗯，70年属狗的。男的，女的？男的，看他的工作运程，哎，还有他的，嗯，那个身体状况。那首先告诉你工作运程不顺利。
啊，对啊，他已经整年找不到工作，对，知道一直看他找不到工作，对，你叫他，我帮你讲一讲，你就知道了。你叫他不要再去看网上那些色情的东西了。嗯，好，我会跟他讲。你要跟他讲的，听得懂吗？听得懂。我告诉你，越看越找不到工作。哦，那好。啊，我在新加坡有一个佛友，一个小女孩，也是要一两年找不到了。后来她问我，我就跟她说，你不许看任何色情的东西，而且念礼佛108遍，念完了。哦，不看了，马上工作找到了。哦，好，听得懂了吗？跟他讲要100，那么这108遍礼佛要多少时间念完？还是一天就或者一个星期？一天念得完的，就慢慢念。啊，对不起他，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你七遍一天了。如果你把这个对于自己专门忏悔自己这个问题，你就可以多念一点，但是也不能超过太多，超过9遍都不行。哦，那好，那好，我怕你激活的话就比较麻烦。要找工作嘛，像记住了，要找工作找不到就是脑子不干净，你记住我一句话。哦，那好，那么如果是看他的运程之外，他的大概几时会哪里找得到工作，或者是自己去念经忏悔之后就会找到了。嗯，他不忏悔找不到的，是人家介绍的，我就讲给你听好了。哦，是人家先生。那好，我去转告给他听。好吧。好，那不知道大概是多久时间了，台长？不知道，要看他自己念经念的好坏的。嗯。他不好好念经嘛，一直拖下去了。嗯，那好，我会转告给他。嗯，那么他的图腾在哪里呢，台长？属什么的啦？啊，他属狗，70年的。山崖上。哦，这个不是太好，情况还好不？不是太好，所以他的，所以他的那个运程也不好，身体也不好。嗯。哦。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怀才不遇。嗯。怀才不遇就是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自己不懂得怎么爱惜自己，啊，这种东西一看脑子里都是这个，绝对倒霉的，阴气太重，根本找不到工作，明白了吗？好，明白，我一定转给他听。108遍礼佛。嗯，那么小房子要需要多少张呢，大家？小房子67张。67张，就许愿67张。嗯，好吗？嗯，好好念经。那好好，还要念礼佛。那好，礼佛要念，不要忘记，好吧？那好了，好的。阿莫台长，我想问一下我的祖母可以吗？过世的祖母叫什么名字啊？他叫朱秀兰，朱是金朱者朱。近朱者赤的那个朱啊，秀是秀才的秀，兰是兰花草的兰，大概是在1992年去世。他走的时候，大概是他一条腿已经没有了。阿修罗，哦，在阿修罗的，那么有人帮他念过经，有人帮他超度过的。哦，死的时候有人给他超度的，好吗？啊，然后我知道。好了，好了。好，谢谢你，台长。好，再见。嗯，再见，拜拜。喂，你好。哎，你好，师傅，师傅好，师傅好。啊。这会儿又打通了。嗯。师傅，麻烦你给我看一个，我想看一个2001年元月份的龙。男的，女的？男的，这个孩子怎么长得像女人一样啊？很秀气的。嗯，就是长得挺秀气的。好了。是个男孩。看到了。我想问什么讲吧。我想问问他以后生活能不能自理。我太紧张了。很难。很难。嗯。很难。嗯，那我想问问他现在功课能具体的功课能怎么做呢？叫他赶快做，念小房子，每天念大悲咒。嗯，我们再念呢，我就说他的功课怎么做。功课怎么做就怎么做呀，天天念经啊，大悲咒。嗯，这个是大悲咒多少遍，功课心经五音我都，我想问。大悲咒叫他念21遍，心经念7遍。零七遍。嗯，那他图腾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啊？
偏白的。偏白的。我告诉你啊，他脑子出问题了，你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哎、嗯，我告诉你，他脑子被灵性侵占了，你知道吗？你们家族里边有杀业，知道吗？家族里有杀业。就是家族杀业是吧？对，这孩子就是你们，哎，一个小祖宗啊，死掉的一个年纪大的一个男的，长脸的一个男的，脸长长的。我看他上辈子，嗯，嗯。那是我娘家妈妈的还是婆家呢？这也看不出来是吧？我不知道，我就看见个老人，长脸，哦，有点颧骨，嘴巴拱起来的，嗯，嗯，明白了吗？嗯，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小房子在一直在念呢，嗯，就想问问他的功课，因为上回我打通电话，功课这些我没有问，就是嗯，具体的怎么做，嗯，今天。改用菩萨打通电话了，我还想问一下，2011年8月的属兔的女孩，属兔女孩想看什么？只能看一个问题啊。嗯，我想看看，也是这个孩子的功课，具体的功课，因为我现在大悲咒给他念的11遍。心经给他念了49遍，嗯，嗯，蛮好的，嗯，嗯，就是我还按这个具体的还按这个念吗？还是嗯，你心经，你心经可以给他念的，没问题的，嗯，嗯，大悲咒念11遍，嗯，礼佛礼佛念一遍吧，嗯，礼佛一遍，嗯，我一直给他念了5遍，啊，太多了，傻姑娘，太多了，啊，你情愿给他小房子念多了。嗯，小房子一个星期有7-8章的样子，嗯，所以礼佛我也不敢确定念5遍，5遍是过年以后才添的5遍，以前都是念3遍。嗯，我还想问问这小女孩能以后能不能正常的上学呀？要看的，现在身上有2个灵性，一个大的灵性，一个小的灵性，小的灵性是个小孩，你是不是她妈妈啦？啊、哦，对，我是他妈妈。啊，你知道吗？你打过胎，你知道不啦？嗯，我打过，我念，嗯。念，没念掉，知道不啦？哦。你自己好好的忏悔啊！在这个小灵性在你女儿身上，你知道吗？哦。开玩笑了，她天天让你烦恼，你的女儿天天让你烦恼，你还这还不知道啊？我知道，我知道。哦，他打胎了，打胎是杀生啊，打胎是杀人，听得懂了。啊，我明白，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曾经都不懂，所以现在学佛了都知道了。嗯，想问问这小女孩以后能不能是，就是我要在，我一直在要看了，要到22岁以后。22岁以后。嗯，而且一直要念经。嗯，如果以后想提早一点，还得念经，念更多。要放生，嗯，我们都一直在坚持，都在做，嗯，你小孩他就是7岁的时候不能正常上学，是吧？对，那脑子有问题的，他像唐氏综合症一样的，灵性在身上，嗯，你怎么弄啊？你告诉我，灵性在身上你怎么弄啊？好了，嗯，念，我还想没什么话讲，嗯，好好念。我想问一下，就是小这小女孩一直在吃西药呢，就是一这个西药一直要吃了吗？就是人吃了吗？就是人肥胖呀，听不懂啊？一个是人肥胖，第二嘛就是脑子越来越吃越呆呀，越傻呀。如果好一点，没有抽筋啊，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你就跟医生说，医生他最近好一点了，我想药量减半。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慢慢的让他好啊，听不懂啊？我听懂，嗯，听懂，就是因为这个药，我就想请师傅看看这个药是一直要吃下去吗？还是不知道？去跟医生讲，药不是我开的，我是开的经文，好吧？嗯，好好的去弄。我想问他的图腾，他图腾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小女孩偏深色的，嗯，偏深色的，
偏深色的。你好好念经啊，你这种妈妈如果这样东想想西想想不好好的念经的话，我告诉你，你救不了孩子的，听得懂吗？听懂听懂。好了好了，我一定好好的念经。你一定要听话的。好了，谢谢师父。我还想问问师父，现在我现在就是念小房子是二十一章一波一波的这样念，因为我许愿了八百章，念完以后我就二十一章一波一波这样念。对，可以的，烧送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啊。家族孽障你记住好了，你做了再好都没用，要消旧业，要消的，听得懂了吗？好了。嗯，那我怎么能消呢？我就有念小房子这样超度，是不是师傅？对啊，不停的超度啊，消旧业嘛就是超度啊。好了好了，结束了，不要再讲了，好吗？那就是我就是不停的给他们身体的药精子不停的烧送小房子，这样念就只能这样消了。你说还有什么方法啦？你告诉我呀，你去找医生都找过了，医生都没办法，找台长嘛，台长教你这个方法，人家这么多人都念好了，就到你这里不灵啊？不是我不灵，不是我是这个。你已经有病了，你说你知道吗？你这个叫强迫症，知道吗？在医学上讲叫强迫症，让自己一个理念不停的再去重复它，那就叫强迫，听得懂了吗？要听话，要跟着人家思路走的。你听台长的话，你要跟着台长思路走，你就觉得台长说的对不对？那就对了，对了就好好去做，没有什么颠来倒去的。你就这么问人家，就这么医生啊，吃了这个药会好吗？哎，医生吃了这个药，我孩子会啊慢慢的进步吗？这废话，你好好的吃药，总归会好的。但是我指的是，我现在不给你开药，我讲的是佛法。如果你好好的念经，你相信观世音菩萨的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相信，全世界上千万人的都相信，人家都好了，就到你这里不好啊？我没有不相信师父。你看忧郁症啊，我不是那个解释，就是毛病啊，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就好好的做嘛就好了。你看西方人有时候这个你只要接受了，你就好好去做。不要去想了，有什么好想的啦？好了，明白。孩子要相信，有信心。你连自己都对孩子都没有信心，那菩萨怎么帮你啊？你告诉我呀。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好了好了。想问我家里佛台有菩萨来吗？没有，只有护法神来过两次。你好好努力啦！我告诉你，你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都有神经啊。你看看语无伦次的思维不正，你好好的每天要看台长一遍白话佛法，把自己的思维弄正，否则你教育不好孩子的，念出来小房子都没用的。像你这种思维，你说你这种思维念出来小房子，你告诉我有什么效果？听得懂了吗？听懂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谢谢再见了，谢谢师傅啊，好好听话，好好听话，谢谢师好，再见，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那么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